欢迎收看老师老师陪你教数学。那么在这一集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些有意思的题目哈。啊，它大概概念其实很简单啦，就是考验大家对于阶层的想象嘛。啊，我们知道说1、2、3、4、5，啊，五个不重复的数字排出五位数有几种？五阶嘛，120种嘛。OK 啊，那想象它怎么排起来会怎么样哈？所以第一个问题说有几种五位数啊？讲出来了，120种。第二个问题问你，25143哦，如果从小排到大，会排在第几位啊？那就是说25143哦，你从最小会是多小，你知道吗？就是说前面那个万位数要尽量放小，对不对？然后千位数也是要尽量放小，所以其实最小就是12345，第二小是12354，前面的最小的几个呢，应该都是用10000开头的。啊，就是用一当第一个万位数，剩下四个有四阶总排列嘛？10000XXXX会有四阶总，四阶是24个，那总共有120个嘛？因为5种万啊，一个有24个，20000多就会比10000大，啊，对不对？所以它一定在24以后。如果你把这个24个也算进去，再上来就30000了嘛？也就是说20000多在中间这里，它在那个24到48之间嘛，25到48之间。那是多少呢？如果我注定万位是2啦，因为一已经排完了嘛，万位是2。那接着呢，尽量要小，就是从1开始排嘛。所以21XXX，那这样是多少？三个对调嘛，是6，三阶啦，6没错啦。那我要写3阶，21完不是22哈，是23，对吧？因为不重复，所以23XXX，这个都会比25143小。所以这里又三阶，然后24XXX，这里又三阶。那注意哦，25XXX就没有了，因为你如果你把25XXX算进来，四个三阶就是4阶，那你就把那个48全部排掉了。事实上，25143就在这个25XXX的这6个里面，所以你不能把这6个全算进去。那25呢？一呢？哎，我也在这个里面啊。那251其实后面剩下两个，就是25134和25143，这是一个。所以我们数到这里啊，下一个就是25143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有43个哈，所以这个是第44个，对吗？那他问说，那第81个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做的事情啊。这个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所以第81个它会先消耗24个给1XXXX嘛，那这样子我还有剩，还有24个就给24个，所以它又会再消耗24个给，就四阶啊，2XXXX嘛，再消耗还有没有？还有24个以上哦，就七，这样合起来才72而已啊。3XXXX嘛，我如果再补24个，就到96了哈，这样不够。那不够的话，再来就变6阶6个，所以到这里为止72。那这是给41XXX，可以吗？啊，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4开始嘛，可是我不是给4XXXX，因为那4XXXX总共有24个，我给不够啊，给不完，所以我要从最小开始，就是这里是一，那再6个。我们到这里是72，记一下哈，所以我还剩下9个可以给，剩9个啊，那给爆了，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41XXX的6个给完之后，剩下3个喽，所以我42XXX给不完全部哈，那我42这个所谓的 XXX 啊，是用135构成的嘛？它是135153、315351、513和531，所以你看我之前一直有机会就带你们条列，带你们条列，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去把这个四阶列习惯三阶四阶的东西列出来给自己看看习惯，那有的时候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拿不出手，你明明知道那是六个，你明明知道三阶里面有6个，可是你就不知道第4个是第几，会是那你就不好想，所以平时让自己列习惯也是好事。所以从135我们还剩3个名额，
153315这个是78 79 80 81，所以这个答案是42315，可以吗？再来看另外一题，我用圈圈12233可以排出几个八位数，我们可以先把它视为是都不一样的吧。全部乱排的话是12345678八个八阶，但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有一样嘛，所以二阶二阶三阶除掉， OK， 这是全部减掉。那我规定零要排手嘛，所以零要排手一开始有两个选择，那注意都不一样的嘛，所以剩下七个随便排除掉，那也是一样，我跟你讲二阶二阶三阶是没有不同的。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你这里是七个七阶减两个是五个七阶，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一样先把它当成是八个都不一样的东西，那先排首位数字，所以我的首位数字不排零嘛，对不对？首位数字不排零，不排零的话我有六个选择，然后后面任意排，对不对？因为零就可以补进来啦，所以后面任意排是七阶，那一样是六个七阶。诶，好，因为这些算错了，好，你看会两种算法的好处哦，发现前面算错了可以改，所以这里是八个减两个是六个七阶哦，那六刚好把三约掉啊，然后5040约四是这个1260，就是1260，所以这里也是六乘七阶除以二阶二阶三阶，所以答案也是1260，这就是这一题。那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去解一下前面的一些作业。四位数字中，四个数字皆不相同的共有几个？那其实这三题要带大家就是循序渐进的一样去练习所谓的这个遇到影响后项的话分拆前项的这个技巧。好，那当然也是让大家看看我们没有讲过的题型的。四个数字皆不相同，那所以零到九里面取四个出来排列是这样，是 P 十取四啊。可是怎么样，首位数字不为零嘛，千位数只有九个可以选，因为不能选零。那后面是来一个九乘八乘七，因为零就可以补回来选的，是一个 P 九取三，所以是九乘以 P 九取三。四位数字的偶数中，那四个数字皆不相同的有几个？它其实出现了两种限制，一个限制是这里不能为零，另一个限制是这里要是偶数，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先算有限制的。好，那当然我们前面也示范过，你可以先排没限制再插入，但是那样通常比较难想。我们先看有限制的，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先看个位还是先看千位。那我们先看千位，所以千位不可以放零，所以有九个可以选。那个位的话因为要放偶数嘛，所以有02468五个偶数可以选。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一点，02468有没有被它用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要分拆前项，要注意哦，要分拆哦。是分拆成什么呢？那因为这个不能放零嘛，所以要拆成2468和13579，这有四个，这有五个。如果你的千位是2468千，你的个位就少一个偶数可以放，剩四个。如果你的千位是13579千，你的个位就还有五个可以放。好，那中间这里都是剩下八个数字选两个。P 八取二，所以这里会有四乘四加五乘五乘以 P 八取二。那当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这一题上，虽然算是列起来不一样，不过想法大概差不会太多，我就不去示范方法二、方法三。来看下面这个延伸上面那一题啦，千百十个。如果你要3000到8000的奇数中，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千位就不可能会是零的哈。那问你说四个数字皆不相同的有几个，只是你的个位数必须要是1357嘛。
然后你的千位数必须是三四五六七，它其实不会是八啦，因为你四个位数都不相同，不会到八千。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千位数有五个可以放，我们一样这一题先放千位，其实你也可以先放个位，那就是写起来算是不一样了，你可以自己写看。然后你在放个位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到说个位数的四个都可以放吗？要是其实我三倍用掉了呢，那我就没有，我就剩三个啊。也就是说，我如果在放千位的时候，我用到了1357的，诶，那我是不可能用1的嘛。所以如果我用到了357这三个，我在放个位的时候就会少一个，就剩三个可以放。如果我用的是4跟6，那我在放个位的时候4个就可以，4个奇数就都可以放，中间还是 P8 取2，所以它是3乘3加2乘4乘以 P8 取2，我就不把数字算出来。同来讲解一下这一题，也是作业齁。十个人选干部齁，班长、副班长、风纪学艺四个干部齁，那个一号、二号是兄弟啦。老师希望一号、二号都当干部，有几种选法。一号、二号要先选嘛。所以一号、二号先选两个干部。齁，一号、二号把两个干部名额选掉了，剩下八个人。再选剩下两个干部。如果我们用班长有几个选择，副班有几个选择，风气几个选择，学艺几个选择，那其实去列你会发现还蛮困难的，因为你要避免说从头到尾都没选到一号二号这样子，所以它整个条列起来会变成要张得很开，所以就是这是比较建议的思考方向啦。如果老师希望一号二号中有一个人当干部，有一个人别当，其实这个跟第一题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说两个人里面谁当了哪一个干部，就这样就解决这件事情了嘛。剩下怎么样？三个干部给八个人去挑。如果一号、二号都不当干部呢，那会有几种选择？那就是剩下八个人挑四个干部。那其实这几个问题都算是基础啊，主要就是来看第四题。如果老师希望当干部的座号不要相邻，则会有几种选择呢？这一题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使用这个不相邻，还记得吗？不相邻，它其实是一对一配对的情形，所以你可以说它是1234567890配给怎么样？配给这个班长、副班长、风纪、学艺，不当。其中这个干部不相邻，那还记得吗？不相邻就把其他人先排，所以其他人先排，随便排啊，就是六个叉嘛。六个叉排完之后衍生出，因为它这个没有六阶啦，如果你要写说这六个不一样，然后当六阶也可以，你等一下会把它六阶除掉。那六个人排完之后呢，会衍生出七个位置嘛，把四个干部插入，所以这题的答案其实是17取4。好，那所以你看我们前面在教的时候就讲说为什么要介绍套路，因为你如果能够吸收一些套路的话，你在遇到更复杂的情境的时候，至少你有更多的工具可以用，才不用每一次都一个一个挑，一个一直重想，这样子很辛苦。如果老师希望班长的座号要比副班长、风纪都大，有几种选法？这个就是班副风纪叉叉叉叉叉哈，在这个排一列的过程中怎么样？班比副右，且班比风右嘛，还记得吗？好，甲乙丙丁戊己庚排一列嘛，甲比乙左，而且甲比丙左，对不对？所以等于说你原本任意排的情况下啊，那我们那个原本是七个不一样东西，七个不一样东西排起来是七阶嘛，我们现在是十个不一样东西跟四个不一样，可是有六个一样，我这六个会除掉嘛，所以我本来任意选的时候是十阶除六阶哦，在这十阶除六阶总里面，来自班副风三阶对调里面，我只接受副风班和风副班，因为所谓的班长
要比副班长右，而且班长要比风纪右，就是班长在最右嘛。他这个座号要比较大，就是那你就是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排一列的时候，你要排在比较右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乘上三阶分之二，所以这是这一题的做法。那就是让大家去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教过的，它用在一个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境的时候是怎么使用的。那我们这集教到这里。